吧，还是醋吧？醋鸡吧，醋鸡吧，就很想讲这三个字。醋鸡吧，醋鸡吧，醋鸡吧。一亿的话，我就会很高兴，跟很难炫耀。Johnny Depp 到处跑啊，然后一直巴结他的影迷，就是我想他也非常希望他的电影大卖吧。然后汤姆克鲁斯每次也要美国，没事也要跑来台湾超越，我就跟汤姆克鲁斯上床。不管了，就是硬把他弄到手。等一下要去敲他房门。他也住这儿吗？对，我们房。可是问题是我还不知道票房多少啊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真的吗？还没开始吧？根本没有，大家都没有问问题。小南搭板南线到南港展览馆买南一排骨饭，可不错。天哪，后面好难哦！开始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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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好忙哦！为什么是个魔鬼？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我先休息一下，等你。当当当，仙女下凡来解答。好，我们招募了一些问题。第一个，现在从传真进步到影音了，已经不用传真机了吗？你们这就是惊奇吗？现在已经没有传真机这件事。就是有问题出过了。对，传真机看住了吧？Oh my god！ 男生总会遇到这种。我先走了啊。你刚刚不是测试成功，不是复试？你按右键不累？好难哦，天哪！求啊、看吧，我的代书了。我的手机终于。